外媒报道，好莱坞演员妮可基德曼近日被拍到在贝弗利山与丈夫基斯厄本外出，据悉二人是去约会吃晚餐，被拍到行走在大街上，这直接打破了此前有关于二人离婚的传闻。此前有媒体称，这对11年的夫妻经常争吵，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婚姻咨询与离婚律师的见面，更有甚者称已经与其分居。但4月15日举办的乡村音乐学院奖颁奖典礼上，妮可基德曼出席了该典礼并与基斯坐在一起的画面，令吵架离婚的消息受到怀疑。此次二人被拍到外出约会，更是证实了之前的虚假谣言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